如果那日我死在油画的手里呢？我自会随你而去，绝对不会抛下的。青瑶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选择，所以我把……鸳鸯会解除之日，就是你我生死决斗之时。你想的不错啊，这姑娘不错。那，这是蟒蛇的牙印，这是蝮蛇的牙印。姐姐。姐姐，银花与你们是一种蛇吗？银花为蝮蛇类，我们柳家皆为蟒。静瑶，那日银花要对你下手，龙庭为维护你性命才与他周旋，他是爱你的。这哪里是爱？那不过是谎言堆砌起的泡影。如果一切都是泡影，樱花又何须以我的性命来牵制于他？你姐姐，我请去樱花宫住上几日。龙庭。我要你再说一遍当年的承诺。银花伴我千年有余，对我恩深似海，无以余生为报。我情不思多情苦，一寸换成千万里。若非我姐姐的命捏在她的手里，
我又怎么忍心那样对你？如果银花要你去死，你也会去吗？他对我有恩，如果他要我的命，我绝无二话。你愿意为他死，那我呢？如果那日我死在油花的手里呢？我自会随你而去，绝对不会抛下你。别怕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